新年欢乐新哦，开唱给你听，新年欢乐新，大家龙 happy， 大家龙 happy。欢迎来到春节特别节目，新年欢乐新，大家 long happy happy， 拍手！耶！让我们欢迎今天大年初四的特别来宾。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哎，是不是第一次上我节目会紧张？超紧张的，紧张紧张。好，所有的朋友们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特别是桃竹苗的朋友，投眼行中美的朋友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一样锁定起来。为什么我要特别用客家话呢？因为这四位，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真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团。那先恭喜你们过年前先发了新专辑，对不对？是。等下再来好好聊。来，过年嘛，总要送个礼。来，我今天呢特地准备我们哈嘎东后是来起拔，你客家话叫起拔，马吉来送上筷子哈。这个马吉呢就是纯米做的，一定要这样吃，你们知道吧？用筷子夹，要这样夹，有没有？我们在部落也是这样吃。对哈。然后呢，客家人到譬如说过年做客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特别的喜庆啊，我们的前菜就是这个，好吧？哦、你们可以试一下，来来来，哇，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哈，真的可以试哦，真的啦，但是不要弄得满桌都是，这不是捞生，因为这就自己好玩呐、啊，而且这是我今天特地起了个大早，不是我做的，我特别请人家去订的啦，哦、然后纯客家人做，来来来来来，对，纯客家，一定要是客家人做，哎、欸，要这样，我们自己弄的，对对对，这有就是过年就大家一起玩的乐趣，哦、多少自己弄的，对，这是客家的很重要的习俗，如果要这样的话，就十分钟。见喽，筷子通常要沾水或沾油，我都忘了跟大家说。你看看多年，那你先沾一下花生粉，好不好？你看一来就给他们艰巨的任务了。好，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我知道，孝恩跟巴塔是那个达彦，不是？你是啊？你是泰雅族？我是泰雅族。然后巴塔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对，维珍是吧？对，好，维珍，孝恩是我弟弟。哦，好，姐，我们相认了，对哈，所以聊聊，不小心一起长大，聊聊原住民的习俗。那谁来跟我说？我们听听看排湾族的好了，很好啊，好像没有特别的习俗哎、欸，就是大家都会一样，就是聚在一起然后吃年夜饭，对对 对， 對。好，那年夜饭桌上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因为其实对原住民来说，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节日哦，所以我们其实是大家放假，我们也跟着放假，然后大家过年啊，那我们也过年，大家打牌我们也打牌，我们就是我懂了，我懂了，跟风就是沾染了一些汉人的习俗，对对啊，像我们客家就是一定会有的，譬如说马吉是前菜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定会吃常年菜，我们叫常年菜，就是那个那叫什么苦苦的，对，苦苦的苦苦的芥兰芥菜，然后笋干啊、风肉啊、剁鸡一定会有，或者是特别一定要吃的是鱼。我们一定，你们年年有余，对不对？那我们就讲到汉人了，嘿嘿，你是唯一的汉人了，在这里面。对呀、啊，可是你看起来很像原住民，你看起来很像原住民啊，就被那个原化了。你家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其实也没有，就是也是一样，就是说，哎，除夕大家会围炉嘛，吃年夜饭，然后可能我们小时候还会放鞭炮，那对啊，现在好像不行，对不对？然后就只有我叔叔会点那种环保的大龙炮，嗯，就是、声音很小，然后没有什么纸屑的对。对对对，现在都这样啊。可是我觉得越到乡下还是有过年的感觉，对不对？像你过年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好玩的啊，或者是你觉得很特别的经验？长大之后其实没有了，就小时候其实蛮多的。对，我记得我小时候以前可以放鞭炮嘛。对啊，我小时候其实被鞭炮炸过很多次。哎、欸，你跟我一样哎、欸，你知道小时候我就跟那些表哥表姐，你知道我家我最小就外婆家在花莲。花莲的客家嘛，然后爸爸是桃园，你知道我每次回花莲外婆家都是跟那些表哥表姐，你知道他们玩那个冲天炮，用手抓，对对对对，小时候不懂啊，你怎么拿那个力？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子啊，然后炸开，然后我耳鸣了大概两三天吧，很可怕吧？你不觉得很可怕吗？鞭炮，我是被霹雳炮直接，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会霹雳炮，你知道霹雳炮吗？我们就知道 OK 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团体。这个名词就是不再出现了。小时候就戴帽 T 这样戴着，对，哥哥把它丢到我的帽子里面，好可怕、哦！帽子泡一个洞之后，我头发也都变卷了，顺便变黑人头，很棒。还有嘞，围着女生就比较静态一点吧。
我们在山上是很疯狂的，反正就是没有分男生女生，我弟他们去玩，我也跟着玩，大家都一起玩。所以可以叫一声哥吗？叫我哥也是可以。哎，还有以前我们邻居很坏，他都会干嘛，你知道吗？他就会埋在沙子那种水鸳鸯或者什么，他埋在沙子里有没有？找那种不知情的就加过去，然后就炸全都沙子，回家就是会被打，会被骂。过年新衣服怎么乱弄？对对，或者是丢在那个水沟了。对。欸，我跟你讲，过年不能讲那个字，但是我就很想讲，因为过年他就丢在那个米田共里面。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就小时候真的都不懂事，可是现在想起来是好玩，可是有点危险，一定被打新衣服啊。而且好像就是有人的习俗是不能洗衣服，对，大年初一他就会生气说你那么臭，我又不能洗衣服。我怀疑你是客家人。那巴塔嘞？没有，我们家就比较特别。我难忘的是，就是还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舅舅都会叫我们兄弟姐妹是排队要去哪里去买衣服。买衣服是件很棒的事、啊、一人买一套哎、欸、哦，很赞很赞。好了，讲到这边，过年总要玩游戏嘛，所以我今天准备了很多好玩的，我们再好好聊。我们现在玩第一个游戏，这个单元叫你龙我龙，刚刚你们两个的你龙我龙、啊、大家来听客，客就是客家，我等一下会念一些客家的词句，你们来猜是什么意思。这里有没有人会说客家话？都不会。真的不会、欸、对，暗子 C， 哎，徐梦英，徐梦英，对，胎嘎后，胎嘎后，对对，矮黑尾针，矮黑尾针，矮黑黑黑，矮黑黑黑，矮黑 CLN，CLN， 矮黑巴塔。巴塔就是、哎、对，就是外来语就是这样。哦、好了，那我们开始暖身题，好不好？这个先没有处罚，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没有处罚，开玩笑，是是。来了，第一题，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怎么这么棒？好，第二，新年，然后我们有把那个发音在这边，新年快乐。哎，我觉得你们也很棒哎、欸，因为客家有一些发音有点难，因为它会往鼻腔共鸣走。是，然后譬如说，大家会说你是你的意思，可是很多会说你，他、哦、其实是你，对，哇，果然会唱歌的 OK 就不一样。来，第二题，龙年行太运，龙年行大运，行太运，巴塔胜负欲很强，他马上吸一口气，低怕不会处罚。哎、欸，这龙年行大运，所以你到客家村，或者是你现在跟大家说六年行太运，行年快乐，这样就可以了。对，哎、欸，听说我们这一集是制作团队花最多钱、花最多功夫，给他们拍拍手啦，太辛苦了，真的辛苦了。这是完全电视的规格，哈。好，再一提好了，大春联。贴春联，你看巴塔真的很想赢，但是就拍奖真的，但是我们不想被惩罚，要准备按铃。没错，大春联就是贴春联的意思。其实好像语言也没有那么难哈。哎，那泰雅族有没有这样可以念？没有。那春联有吗？没有，也没有。那也没有什么新年快乐吗？其实我们是问安而已哦，就是类似那种大家，比如说 Loga，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排雅排雅什么的，排湾族排雅，大拜大拜，哦大拜大拜，哦那汉人就是。以后，对，哎，新年快乐！哎，新年快乐！好，刚刚的贴春联就是大春联，再一个好不好？好，两个字哦，刚刚四个字、三个字、两个字 ，V 路。围炉，哎、欸，你也很想，你也很想赢啊、哦！他看着我，围炉，没错，就是围炉 ，V 炉，念一次 V 炉。最后一题很难 ，L 开合唱团 ，O 开合唱团。我觉得巴塔，我觉得等一下你应该就是整集都会赢的、哦。你们看他动作，真的要把他拍成限动，他就 O、OK、开。没错，就是 OK 合唱团，其实有点难念哦。譬如说，我们讲欧，这个欧是欧洲的欧嘛 ，L 族就是欧洲，对 ，L 开合唱团，唱团哦，有难到你们了，再一次啊 ，L 开合唱团 ，L 开合唱团，是的，他们是 OK 合唱团，我们待会见。新年欢乐行 ，OK 唱给你听。新年欢乐行，大家拢 happy， 大家拢 happy。
好，节目现场来到新年欢乐星，大家 long happy， 这里是 Pop Radio 的猫网，今天来到现场的是OK 合唱团。好，他们在一起呢，还是好好的拆散他们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让他们分组。为什么要分组呢？因为我们一家团员玩新年，我们这一集要看看谁是真真正正的游戏王，掌声鼓励。好，我们刚刚已经分好了两两一组，然后呢采积分制，最后获胜的可以得到精心调配的天堂小米酒。哎呀，输家当然就是喝地狱小米酒哦。不过在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而且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但是饮酒也要理性哦，好不好？好的，今天提早一个小时来先调好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峰哥，你刚刚是不是有喝？有喝。你到现在怎么样？我的胃健胃整肠。好，我们就先来玩第一个游戏。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等一下是撞声词接龙哦。那这个游戏就是我们会讲一些撞声词，因为你们都这么厉害了，嘴巴厉害，音乐厉害，但是呢头脑厉不厉害就要看这一关了，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就会有固定的节奏，我先出题，然后我们就轮流下去。先说一下分的两组是哪两组咯？姐弟伟珍跟小恩，另外一组就是姐弟姐弟 two 是嘿嘿跟巴塔，好不 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计分，我们就先来第一题，好不好？ 1 2 3 go， 撞声词接龙呀，敲门声，咚咚咚，喇叭声，叭叭叭，电梯声，敲，不是，因为那个电梯声完全是不好的，我叫电梯声什么？好，我跟你说，我们先丑二就输了，给你一次机会，好吧？因为可是电梯是什么声音？电随便你啊，你用叮叮叮叮叮叮，你也可以，你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好不好？发挥你的想象，那你就先出题喽。好，啊 ，1 2 3 go， 撞声词接龙呀，拍手声，啪啪啪，放屁声。B-box 声，哎呦，小喇叭声，敲门声，咚咚咚，鸡叫声，窗户声，什么？风吹声，哎呀，怎么转？洗澡声，哗啦哗啦哗啦。啊，好，赢手，好，那现在就是要决胜负了，好不好？好紧张哦。那就是我来指定，巴塔先好了。我们现在换回来，那个对对对，逆向逆向的，来喽，预备，开始，撞声词接龙呀，电脑开机声。哒哒，你巴塔你，我就说他胜负欲很强吧。这是不是太难？噔噔噔噔噔，我想的是苹果那个，哇，那怎么做？而且你中间已经拖了三秒了。好，姐姐，你们输一分了。我们要几比几？1-0啊，现在1-0。我说几比几算胜负？哎，没有，就玩到最后。哦，好，时间还够吗？再轮啊，再轮啊，再轮。我让你血池。好，还是你哦，巴塔。好，来哦，准备好了，1 2 3 4，撞声词接龙呀，鞭炮声，开门声，哎呀，放屁声，踏步声，咚咚咚，鸟叫声，哎呀，完蛋了。我觉得你求生意志很强，为什么？因为是老婆出你就故意输，是吗？这样回家比较有交代，对不对？哎，我觉得他就输了。这样好，这样好，2-0嘞，下一个了，好不好？太可怕了，准备了，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是请你们准备好，就是叫做合不拢嘴，拱信沙。我们有答题卡，我们请 OK 的，你没有看过 OK 带那个扩嘴器吗？哎，这过年可以好好的玩一下，就是带着扩嘴器，在5秒钟的时间，大家听一下我。时间一到你就停了，我要看你有没有答对。我是关主，好不好？你可以抽牌，答不出来就换下一个答啊。但重点是你不能答前面那个答过的。好，而且嘴巴真的太小了。我跟你讲，黑黑来一个，黑黑来，我觉得黑黑可以，黑黑可以。说出三件小朋友会惹大人生气的事，计时开始。会吃东西，会睡觉，然后一直吵。哎，答对了，很厉害。来来来，再一个，维珍来一个，来我念。我知道你念不出来，说出三个你的缺点。太可爱，我们都是好的。好意思哦、
三二。爱睡觉，只有两个，来换你，说出三个你的缺点。啊，缺点，你缺点，等一下，你干扰别人，给你再一次机会，预备，开始。爱生气，然后，太完美了，两个，每个人都只有两个缺点。最后哦，你哦，笑完预备，开始。太矮，太胖，太丑。得分，得分。那个得分有要这样子，这你的，你的好，来巴塔台抽一个，好，说出三个让另一半原谅你的方式，预备开始。做家事，道歉，然后拥抱，答对了，欸、好可怕，我是把他们逼疯了。好，笑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哦，来预备，你自己抽一个。说出三首 OK 合唱的歌曲，计时开始。新人啊，老黑大汉的歌，耶耶 ，easy。我们玩一版正常的就好了，好不好？猜一下，好可怜哦。我的口水。哎、欸，结果来宾出去这边都流血，裂开了，军裂裂掉，真的。那我们就玩正常的，好，给维珍机会了。他刚刚好可怜哦。谢谢。来，你抽一题给我，然后我计时哦。说出三个有毒的动物，计时开始。蛇、蝎子、蜥蜴。答对了。蜥蜴有毒哦。有一些有有那个很彩色，好厉害哦。哎呦，好，嘿嘿，嘿嘿，抽你自己念好了。说出三个带有龙字的艺人，计时开始。龙少华、吴奇隆、龙翔、龙翔，那是电视台吧？还来还来还来，还来，这你的这你的，谢谢。好，巴塔来。我看起来是说龙翔吗？龙翔，他说龙千羽，龙翔嘞，来。谐音可以啦。预备，说出三件你认为最好的日常，计时开始。有小孩，有家人，有 OK。哎呀，我好希望你抽到一个很好笑的，来，笑恩，你念。这个怎么会赢？我看一下，你自己看。因为这题叫做说出三个团员们最常吵架的原因，你们真的没有吗？不是最常是没有啊，现在十年以前有啦，我们现在如果说十年前有啦，你要我说十年前的吗？第一代十年前有，让你重新抽一个，我喝。来说出三件你最擅长的事，计时开始。唱歌、吃饭、睡觉，还有疼老婆，而且他刚两秒就说完了。嘿嘿，来嘿嘿，好，来你念，说出三个需要插电才能使用的物品，计时开始。电视、手机、电脑。哦，好，我们来计算一下成绩好不好？哎，平手，哎，各得一分，哎，再来再比，各得一分，各得一分，哎，我们后面还有82个游戏哦，平手各得一分，好不好？广告之后回来，让他们好好的呵护一下嘴唇，那我们带回来。新年欢乐喜，OK 唱给你听，新年欢乐新，大家龙 happy， 大家龙 happy。回到 Pop Radio 的魔王，新年欢乐星，大家 long happy， 让我们欢迎 OK 合唱团。哎、欸，你们有那个，一定很多人主持人叫你们说 OK 合唱团用唱的，对不对？你们有吗？你有这个版本吗？有吗？我是说之前有。哦，吓我一跳，我说没有版本，那忘记了，随便啊，给我今天特别节目的版本好吗？让我们欢迎 OK 合唱团，拍手啊，旁边的朋友厉害呢，什么是资深的？资深。OK。这一段的游戏也一样很好玩，如果说你在收音机旁边呢觉得我们这游戏很好玩，一样的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到Pop Radio 联播网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有 TikTok 对不对，还有 IG 好不好，大家关注一下，拜托也要关注一下 OK 合唱团，还有哲伟的 OK 好不好、yeah. 那这一段我们一样有两个游戏，记得我们是积分赛，第一个游戏叫做喉咙发声猜一猜，就是等一下呢我们会播出动物的声音，然后呢你们就要抢答，让大家听一下你们抢答的铃的声音，按一下来，对，好不好，那我就会看先抢答的你可以先回答，但是你答错机会就会让给我们的另外一组，另外一组就答错就换另外一组，好不好，好的，这样很容易就得分了，好不好，对，好，来请播送。
哈雷，还没有。有亚洲象、非洲狮、短吻鳄，还有河马，记得吗？哎、欸，他比较快一点，随便猜啦，非洲狮好了。对，好难哦、喔。我说喽，好，河马。啊，是啊，短吻鳄，真的一定是大象，大象一定是大象，你猜，短吻鳄好了。你要短吻答对了，哭，答对了，答对了。接下来下一题，好，答案有獾、麋鹿、斑马、鲸鱼，接着答。一，一是什么？獾 ，Happy， 答错，怎么那么难？我知道，我知道，鲸鱼。不是青鱼，来，剩下麋鹿跟斑马哦。麋鹿，答对了，麋鹿。哎、欸，现在两个各得一分呢。哎、欸，好难哦，我刚刚以为是金鱼。其实真的是有点蒙猜。对哈、哦，来来来，下一题。好难。好，答案有独角鲸、鸭嘴兽。蝙蝠跟土拨鼠，现在呢？他随便啦，蝙蝠，蝙蝠，鸭嘴兽，那你剩下独角鲸跟土拨鼠，哪个？哪个？独角鲸，答对了。再一题哦，再一题哦。好。哦，这个就很好。答案有孟加拉虎、灰熊、白犀牛跟黑猩猩。这样呢？好像他比较快一点。我啦，我啦，灰熊啦。听到，听到。啊，好厉害哦！在这边也是。哎、欸，终于有一次答对了耶！我也是熊啊。你说身材，身材。再提，再提。答案有无尾熊、猫头鹰、狐狸跟田鼠。这样呢？猜狐狸，狐狸，狐狸。哎、欸，答对。你们进入状况厉害，马上是狐狸耶、欸！有哦有，好厉害！你认真一点，怎么随便猜、欸？很认真的，再来再来，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最后一题，认真要认真，预备开始。答案有水牛、驴，还有长颈鹿跟羚羊，这样呢？水牛不是，不是水牛，羚羊，对对，也不是，换你，驴。也长颈鹿，你们送分给人家，是不是太难？拍手来数一下你们手边拿到的答案卡，来八黑八黑四张，我两张，叶是兄妹，叶是姐弟两张，四张跟两张，拍手有记到分数吗？好喽，那我们就让他们休息一下，考完吧，好玩好，那我们待会回来还有更好玩的，别走开。新年欢乐行 OK 唱给你听，新年欢乐行，大家龙 happy， 大家龙 happy。回到新年欢乐星，大家龙 happy， 让我们欢迎 OK 合唱团。你是？我是小恩，我是维珍，我是巴塔，我是黑黑。耶、yeah!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统计分数。我们今天获胜的是，我们请制作人跟我们说，获胜的是巴黑，恭喜巴黑！你们可以喝我特调的小米酒。这两杯是一样的，来，制作人说这是什么？米卡农。米卡农，给我筷子搅拌一下。哦哦、你知道米卡农是什么吗？米酒、咖啡、果冻、牛奶，耶！ Yeah, 你们自己搅拌一下，耶、yeah.。那另外两杯呢，就是本人我为你们特调的。那姐弟两个你们自己调，两杯不一样。我们现在进那个得奖的，好不好？喝一下我们的米卡农如何？来，干杯！新年快乐！恭喜八黑组，应该是好喝的啦，我记得。可以吗？可以吗？有前中后味，对，是不是？你们哎、欸，你们俩平常喝酒吗？比较少哦。好，那跟大家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唱歌的少喝点，好不好？不唱歌的时候可以多喝，但不能过量。来，我们进惩罚，我们欢迎夜市姐弟。我跟你讲，那个姐姐应该是喝的是鸡汤，她的鸡汤，弟弟喝的是柚子，柚子，然后还有七味粉，辣辣的。
好了，掌声鼓励拍手。希望你们不会觉得这惩罚太过分，不会不会。但是过年我们会这样玩，对不对？对。为了慰劳你们今天的辛苦，今年还是有 bonus 加码游戏，叫做龙年现金一把抓。哇耶！ Yeah! 来，制作人跟我说，就是我们的数字是168，只要你抓到最接近的数字是168的话，我们就把那个发财金送给你，直接送你，就是168元。哇，好不好？来，一人一个就好了。你们要，可以两手，就是对，来，3、2、1，帮我看一下，开始，只有一次哦，只有一次，然后帮我把，我要把它拿走。OK， 好，请把元宝盒收起来。好，在计算的当中呢，我们还是好好聊一下哦。恭喜你们发行全新专辑了，对不对？对。这次的专辑叫《最好的日常》，没错。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新专辑。好，这张专辑呢，我们收录了很多来自不同的原住民族的歌曲，是。当然也有 OK 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我们就从人的一生，他从出生一直到离开世界，那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很特别的片段，比如说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喂奶的歌曲，有儿歌，然后或者是长大了之后呢，有情歌，有工作的歌曲，是有否家庭的歌曲，对，然后到最后呢，离开的时候，我们有一首安魂曲，哇，对，用这样子来串联，而且每个片段呢，都会是他最好的日常。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会说日常就是无常，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身边，有时候，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我们静下心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的事情跟我们过去的认知、想象都不一样了。虽然说我刚刚中间一直开玩笑说哇 ，OK 啊，多资深的团体，但是就是因为资深的团体，它可以承受或面对生命的那些重量跟质量，可以给你在歌声中有更多不同的体悟。我觉得音乐是很奇妙的，就是 OK 这么多年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的经历，所以这些经历就变成了这一张最好的日常。再次恭喜你们发行新专辑了，来预测一下谁得奖啊？我。嘿嘿，认真吗？对，是快手。好，来了来了，其实都很接近的，但是最接近的就是伟真。当然啦，我们没有得奖没有关系，我们有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给三位。谢谢，也非常开心哦，我也有，好开心哦，祝大家 long happy， 我是哲伟，拜拜啦，新年快乐，拜拜。